走在无人的海港，迎面吹来的风心轻松。有一个老人站在路边茫茫，走出过去伊的梦。无伊经过熟悉的楼窗，红色的雅趣已经拢无同。爱过的人离开分世当，人生过了那亲像失望。你我拢写着咱人生故事的人，用一生追求未来的希望，幸福是最后的终点站。咱人生故事的人，用一生追求未来的希望，幸福是最后的终点站。你我拢写着咱自己故事的人，用温柔予心爱的人温暖，是我最单纯的愿望。精彩的结局也未写完，因为你甲我的心内拢有梦，拢有梦，一个上水的梦。我从来没有过跟一个长辈这么投缘。你也知道，我爸从小对我的管教比较严格，比较少称赞我，对我嘘寒问暖。但是啊，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这样，爱不是用说的，都是用行动来表示。看来洪大哥他真的是很用心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，尤其是你妈妈啊，不要像我这样，等到我父母不在了，我才来后悔。我会的。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，让他们无忧无虑过下半辈子。那就好。哎，来吧，来，汤都凉了，来来，来，来，谢谢爹爹。来，来，你尝尝看。好，尝尝看这个肉骨怎么样？来。好。啊，我喝肉骨茶，你小挖鼻混。好，来。哇，好喝，汤头浓郁，甘甜够味。哇，你的米粉啊，控制的刚刚好。这个排骨啊，软而不烂。孙先生，你手艺真的很好哎。八角、茴香、丁香。桂皮、大蒜，还有一味药材是……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我全都记在这里。你看看，和志强当年撇出来的肉骨茶有点不一样。这上面除了肉骨茶的配方，还记着各国美食烹调的方式，还有秘诀。没错，我这几十年到处旅行，去到好吃的地方，我会每天去光顾，吃到它到底用什么料材。后来回到新加坡，我自己慢慢再调和，把它做到最好最完美。跟我一样哎，您看。
我啊，随身也会带一个笔记本，只要吃到好吃的料理，我就马上记起来。想不到你的爱好都跟我一样。我跟您差多了，您的这本笔记本比我丰富多了，我去的地方真的太少了。家常，那说给你。这不行不行，这本笔记本对一个做料理的人来说很重要。对啊，就是你啊，所以我要把它送给你。来，这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可能是因为我看到你，就令我想起以前的自己。刚刚我跟小琴在煮芋头米粉的时候，他还开玩笑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，但我跟他说啊，你比我帅多了。家常，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你不是洪大哥的儿子，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？这很正常啊。难道你怀疑过吗？不是，我爸他常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有你这种儿子。而且我妈她还常说，我们家四个孩子当中，就我最不受教，根本就是基因突变。听起来，真的是让你爸妈很头痛。是啊，我小时候不懂事啊，我爸常打我骂我。但是，我们家四个孩子当中，他却是对我付出最多的。我妈也为了我流了不少眼泪。你别看我跟我爸长得不像啊，个性也不像，但是啊，我们有一点很像，就是我们都很爱我妈。你别看啊，我爸好像很大男人的样子，其实啊，他很依赖我妈的。每次啊，我妈只要出远门，他整个人就开始魂不守舍，一定要等到我妈回来，他整个人才又活起来。都已经在一起30年了，离不开了。先生，您别挂我多嘴。其实我觉得，您要找一个可以陪伴您的人。您这么好，这么善良，老天爷一定不忍心让您孤单一个人。30年前，我遇到过，只可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了。他是谁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以用网络帮你找找看，他说不定也在等你。不用了，孙先生，现在网络科技这么发达，要找一个人并不困难，我真的很想帮你。我都已经找到了。真的吗？他在台湾吗？我还知道，他替我生了个儿子，年纪跟你一样大，也爱下厨，我连孙子都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本笔记本我更不应该收，你还是送给你的儿子好了。这本笔记本你一定要收下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这个孩子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爸爸存在。我也不想去破坏他们现在美满幸福的家庭，所以这本笔记本我要送给一个能够好好珍惜他的人。你就收下他，
这是我的心意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他的。石先生，等你下次来台湾之前，我会把这本笔记本里面所有的料理都学会，做给你吃。下一次来台湾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一定有机会的。人生是很难预料的。30年前我离开了青山，回头什么都失去了。对了，明天我就要回去新加坡。家长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身边的人，一定要记着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米粉都要凉了，赶快吃吧。哦，来。家昌，在爸爸身上发生的遗憾，你绝不能重来一次。爸爸祝福你，可以和小晴共组美满的家庭，一生平安幸福。喂。公侠，莫昏倒啊！那样那样，你即马伫咧倒位，我即马随过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家长，发生什么事？我妈昏倒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离开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拜拜。好可怜啊！所有的代志就是安尼啊，我甲我知影的，拢甲你讲啊。这个囡仔，这囡仔就是我的孙，我无法度接受，我无法度接受。我无多相信这件代志是如今，我嘛无想要相信啊。不过施美莲，伊无这把握，应该是唔敢回来报复我，所以我想，这应该是真的。这个小查某消失一段时间，原来就是走去变质村。真的是那样子，我无法度，我只要看到这个囡仔，我就想到伊妈妈。天公伯啊，你今麦是不是在处罚我？天母，咱今麦要安怎？咱即马是要安怎？罗先生，你真正是后知后觉呢。安怎？你即马才发现？你欺负的是家己的亲孙吼？安怎？你后悔啊啦？看恁痛苦，就是我的快乐。
等一下，这个小查某竟然是要当来报复的，安尼伊的规矩绝对唔难。拄啊在电话中，伊甲我讲要阁继续送我礼物，伊已经伫咱兜到监视器，所以伊会了解咱兜所有的状况。 伊才有法度来甲咱创空。这真空若是无听着，咱就一直去予监视。而且咱即马讲的话，伊嘛听会着。进来。 你讲无啦，我伫遐等几包等无你的人诶，啊，敲电话你嘛无接，我想讲是毋是发生虾米代志，毋才紧转来。小帅帅，哦哦，囡仔倒伫遐滚，好好，无代志啦。妈，多谢你啊。啊，恁两个到底咧找虾米啊？哦，拄则哦，毋知走一只虾米物件入来啦。 哦，拄则哦，毋知走一只啥物物件入来啦，哦，看伊伫飞来飞去，我惊讲哦，走起来小帅会停啊，啊，我阁毋敢喷杀虫剂，毋则甲添讲哦，紧紧紧甲找找，看看顺利啦。妈，你拄啊，你关心小帅帅啊，伊即马是毋是嘛就介意？小帅帅，妈咪回来咯，你甲阿妈弟做乖无？ 你看，阿妈现在很关心你，她跟爸比一起在帮你抓虫虫哦。妈咪放医院给你好不好？啊！爹啊！什么啊？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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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，因为妈拄仔讲看到迄只虫停在遐，我惊，迄是三班加温，即马流行登革热，难免家庭会传染啦。虫？我拄仔都无看到虫啊，你安尼？啊，加分啊！这不过是一个玩具尔，啊，厝里遐尼一个玩具，敢有差到迄项哦？啊，你既然回来哦，衫去换换咧，等下通好给囡仔洗身躯啊啦。好啦好啦。今仔只是解决一项，啊，不过只要迄个小查某伫咧，咱倒都无可能有平静的日子通过。恁两个人奈遮尔天真，想讲家己玩具断掉，安尼就当跟我切个理理理。我施美莲敢有遐尔简单？一摆，我是绝对要让恁要哭我死。这出戏是愈来愈好看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跟那么熟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回诊。哎呦！所以你把我人给赶走，不过多谢你。哎，
像个威震哥哦，谁都拍垮饼，客人看到他都自动解散。啊，你今麦在怎样？就干阿恁三个姊妹仔足无正常的啦，看到我唔难唔惊，我甲当作细汉咧画来画去。你安尼记呢？我哪会教？佩如，我来收。麻烦你。佩如。咖啡一杯。内行的哦。佩如。包括报纸哪有下啦？唔免怎写啊，凊彩用啊。你若甲迄种八卦报道收起，就是对我好顺利。啊，不过你甲你咖啡店的地址都写出来，你唔惊有人会找你麻烦啊？我看者。我真正写出来呢。无过你这几天，店内拢有一挂奇奇怪怪人客。贝如，我看安尼啦，我叫几个细汉的吼，伫咧门口口，张卫斌，吼。本来啊，你安尼我是要怎收行李啊？放心啦，哥哥哦，我放假几天啊，等有别个新闻出来，民主连队会记你啊。这马丁真正是，我看伊是超过伊吼，用你的名声来替伊炒新闻啊。这一定是经纪公司的意思，马丁是要怎做主啊？是啦，我嘛感觉马丁不是迄款人诶。我管伊是倒一款人，我刚刚知影讲吼，是查甫人都要负起责任啦。恁敢知影？我今日早起打电话去公司找伊，结果因公司的人挂我的电话呢。好，无要紧，既然安尼。我直接来因公司找伊啊！王威震，威震，替我摇一下啊！王威震，等我一下。威震哥，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哎，马尔廷那个怪机。为什么新闻还写成这样子？你不是说你会去帮 Rose 申请吗？我真的有去讲啊，倒是记者坚持要写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林慧如真的不单纯，她不但是黑道大哥的女人，而且还克夫。这种人一旦被起底，媒体当然会一窝蜂的想要挖新闻，我拦都拦不住啊。倒是你，什么朋友不交，偏偏是认识这种人。以后交朋友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再被这种绯闻影响。你看看，现在都给粉丝留下不好印象了吧？如果是因为我是艺人的身份，才害 Rose 一直遇到这种事情，那以后不管我可以再赚多少钱，都不要了。更何况，我当初。就现在留在台湾好好工作，根本没有想要当什么艺人。我要解约。解约？好啊，只要你拿得出违约金，公司就让你解约。可是我没有钱嘞。你没有钱？你知道当初你的保证人是林慧如，如果你没有钱付解约金，那公司就会找林慧如帮你还钱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再害到 Rose， 不然我替公司工作换钱好了，只要不要当我当艺人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你的违约金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一般的职员是要赚到什么时候？你现在只有当艺人，才有那个身价，好吗？那我应该要怎么办？拜托你们告诉我，想想办法。好吧，
如果你真的不想害到 Rose， 我有个方法，但是你要听我的话，完全照我的方式去做。好啊好啊，那我应该要怎么办？从现在开始，断绝跟林慧如所有的联络，绝对不准见面。媒体只要抓不到把柄，新闻自然就炒作不起来。等过一阵子风声过了，就没事了。如果这样可以让 Rose 好，那我答应。阿弟，儿子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以前是怎么教你的？怎么了？你现在出了名，什么都忘记了是不是？你说话啊！你知不知道 Rose 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？ Rose 怎么了？报纸把他写难听就算了，你的粉丝三不五时去他咖啡厅闹，他还要不要做生意啊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我刚刚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？有啊。你现在这什么态度啊？我真是看错人了、啊。当初我以为你对若慈是真心的，我才帮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这样。我呸！你根本配不起他。嘿嘿，慢点用公嫌疑人去干两手，我要叫警卫哦。马丁，你现在好了不起是不是？我们真的对你很失望哎。刷刷去啦，别跟他浪费时间啦。咱就想讲吼，浪费一个时间在这种人身上就好了啦。你是骂煞袂哈？这是阮公司，请你出去，无要报警哦。唔免，我们来走啊。魏正哥，你来等啊。马丁的事以后跟我们没关系，不再理你了。走了，走，好好，那个，别闹。算了啦，不要理他们。那个人本来就是黑道，你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断绝关系，对你反而比较好。比较有教养，把自己逼到压力那么大。彩云，人讲牵手牵手，你做我的牵手三十年了，你敢真正有快乐过？我才问过医生啊，伊讲阿姨无要紧，加好睏就好。哦，爸，难道是你拄只跋倒有要紧无？啊，爸，我无要紧啊。唉，高良，嗯，我安尼平常时哦，拢恁阿姨咧照顾，啊我也拢无咧甲关心啦，才互伊安尼啊，想过来呢，受着遐尼大只压力，我阁无法度咯，同我替伊分担。唉。哇，这做红事吼，有影哦，食到这侪岁啊吼，怎个呢？安怎学拢学袂，安怎体贴啦？啊，爸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阿姨厝底下常常嘛甲我讲，伊能加入这个家庭，伊就欢喜。啊，这三十年来有你的陪伴，伊日子过到真快乐。伊讲你是一个真体谅伊的好红事，哇！哇，这是不够体贴，哦，所以啊，
我若有够体贴啊，今仔日伊也免讲家己哦去面对这个代志啦。啊，啊，你讲阿姨家己要面对什么代志？爸，先坐。家长，医生讲无要紧啦，莫紧张。啥物无要紧啊？那无奈向送来病院。哎，家长啊，你妈就是用超凡过度，才会去昏去啦。是不是啥物代志好超凡呢？一定是坏代志。爸不要平常，叫我爱放较轻松的。爹爹甲我讲，婚事的代志虽然着好，啊，不过私底下煞为着我甲小晴的代志这样烦恼。妈，是的。阿娇，啊，有什么代志啦？妈，你出去啦。啊，阿姨是做妈妈的人，为囡仔付出，为着囡仔幸福，搁该安怎做，嘛袂话掉。哦，家长啊，你妈妈哦，为着你啊，用心滴个啊，阿伯啊，你也好好养活伊，了。我知影。虽然阿姨讲爸爸拢知影，啊，不过爸爸敢正是知影。家长不是个囡仔，家良，哎，我趁去让家长来滴，啊，你家到恁转来，啊，传一寡哦，恁阿姨要带的物件，啊，好，爸人来，好好好，啊，看你啊，家长，阿姨交你照顾。是你啊，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操烦啊！就是都会，我哪都会讲。啊啊，这是病医，你伫落来，狠狠昏去啊！你拢袂记哩啊？我刚才记哩，恁爸爸伫路的，我要给扶起来。啊，家长，你刚才看到恁啊？恁爸爸嘞？伊不插话哟。妈，你是讲啥？爸哪有可能不爱插的？伊是顶去厝的，替你看物件来。恭喜我！无啊，妈，你是不是做好梦啊？哎，啦。妈，是的啦，为着我的代志，让你这么烦恼，让你心内压力这么大。听到什么？小晴讲，你有去找你爸。郭先生，敢有跟小晴讲啥？小晴爸讲，不管是啥，去找伊求情，伊拢袂答应我跟伊的婚事。这哦，那无搁要讲啥？无话啦，阿家长啊，我咧巴肚里枵安尼。
我你敢买只物件我食好无？好啊，你想要食啥？凊彩啦，你买啥我就食啥。好，麻烦你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去买，唔通我被叮当啊。看起来家长是啥都也唔知影，不过想起啊，一定足怨恨我的。我当初若是爱甲阮妈甲代志讲出来，无你甲今仔日就袂造成遮尔大的伤害。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给我几分钟吧，我是来向你道别的。我本来就不应该久留，错，我根本就不应该来台湾。根本就不应该在你面前出现。你为了要隐瞒洪大哥，才会搞到自己心力憔悴，躺在这里。对不起啊，梦华，你莫来讲，应该讲对不起的人是我，好你还白白等我三十年。不好意思，不，你不要讲，我不后悔。虽然这结局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但是我很高兴能等到你，我也很高兴能够有一个意外的惊喜。还有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孩子生下来。我也很庆幸能有洪大哥做孩子的爸爸。我唔敢让你爸阿仔受恁，你会不会恨我？这段时间我能和家长相处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真的没想到像我这样孤独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个孩子。还有个能再遇到你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如果没有遇到我，或许你也不用那么痛苦。经过这么多年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一直都在在今生的那段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。时间就像流星，我这次回去后，我们可能再没有机会见面，但是我会把这段美好的回忆刻在我心里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回到新加坡，我会好好的过日子。哎，老公，你要保重。我祝福你。祝福你跟洪大哥还有孩子们过得幸福快乐。
我。看你敢那沿路安尼有话要问我，啊拢唔敢问。哦，我，你有啥话要问我哟？爸，你是不是已经知影什么代志？所以几路啊，实在是啊，小可不多。你认为我知影什么代志？我唔知。看起来跟咱高亮拢知影，无啦无啦，无啥代志啦，你放心啦，哦，你先回去，啊，等下我物件哦，款款的，啊，摕到恁阿姨，啊，阿爸，无紧，我伫遮等你，我载你。啊，没，你先回去好，哦，莫安尼公司的代志啦，厝的代志啦，拢放哦，社会家己人来烦恼，哦，先回去无紧，啊，放心啦，爸。我想等你，啊，啊，不管有什么状况，还是你想要找人讲话，打电话。好，我知啊，放心啊。蔡文奈留一张批要给我。相机，在你看到这张批的时阵，就表示你已经知影家昌不是你的囡仔。我已经无面留在你身躯边啊。我请你相信我，家昌的身世，我就知影了后，我就决心要跟你坦白的。啊，不过我惊讲，我若开嘴，就是去请无简单才得到的幸福。但是天暗的月光，煞来照着阮，看到忧伤。兄弟啊，啊，经过这么侪年吼。你都无想要查讲，我也袂给你证据，我有侵犯的过去。哎，太有才！每个人拢有过去。啊，若讲吼，一旦卖乖了，咱就尽量卖乖啊。有一寡代志，我想要你知影。其实我太有才，过去的代志哦，还并无什么重要。在阿欧摩里等了文化的时阵，我的心也是真惊也较不安。不过每一摆我提起勇气要跟你讲的时阵，你就会讲过去的代志并无重要，你嘛无关心，我只好把话搁吞落去啊。每一天我拢让这个秘密哦，底甲感觉袂喘气的。蔡环，这拢爱怪我，
是我唔敢面对现实，才会甲你讲话，我无想要听。不过，这一切都是我家己爱承受的。送给我要温暖你三十几年啊！你对我这好，我煞安尼对待你，我是足不应该，我对不起你。彩云，你对我已经有够好啊，比谁人我照顾我。我唔敢唔盲讲，你会原谅我。就算讲你怨恨我一世人，嘛是应该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拢签好啊。你若唔肯跟我做阿妈婆，我嘛无怨言。上帝，感谢你这侪年的扶持甲照顾，你爱保重，彩云。将目屎拭乎干。哎呦，上帝啊，阿丽已经误会了，家己不要学要照顾家己嘞，阿无有一天，我若无爹，你要安怎？阿丽哪安尼讲啊？无你是要去倒？不管，彩云早起才来甲我讲一款莫名其妙的话，原来。伊一直在想这件代志。天空已最暗，爱有你，嘛有我。报纸写的愈来愈离谱，唔知马婷安怎想？魏征遐尼匆忙走去找马婷，苏凡尤其真唔知安怎，奈可即马拢无消息。够看到马婷啊？有啊。阿威真，看我对伊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甲伊冻掉。哎呀，我刚才无力。马婷，伊有好吧？放心，好得很。安尼就好。安尼当然唔好。你敢知影马婷今嘛？你敢是变一个人同款？威真佫甲伊讲几波，伊敢若应一句我知影，其他甚物拢无讲的，而且态度足冷淡的。把阮当作敢若是找婚人同款，这可能是伊的经纪人哦，无希望伊加讲啥，惊过来出什么代志啊？慧茹，迄时你无伫咧现场，你若是有伫的，你就袂安尼讲啊。马尔廷是一个足单纯的人，伊安尼慧茹，我感觉哦，咱去互伊骗去啊，伊的单纯拢是假出来。只是为着要得到咱对伊的好感。当初伊要瑞典，你来台湾找你的时阵，咱就是因为看伊单纯，才甲你斗相共。
啊，不过即马人红了，鬼也拢变啊，我早对伊就失望的咧。马婷敢真正会变？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迄个单纯的马婷啊。安尼嘛好啦，至少会当保护家己啊。不如我是真正安尼想的啊。你们俩做咱好姐妹做假，你伫咧想啥，我阁毋知影。无安尼啊，我陪你出去行行好无？免啦，我无代志啊。好啦，已经真晏，你紧倒去啊。啊，不过我袂放心。Smile 啊，快点跟素凡阿姨说再见，快点。好啦，素凡姐姐。好，素凡姐姐。好啦，我先等你。啊，有代志打电话我。在瑞典，乌鸦就是代表神的使者。大家都说，乌鸦飞来，好运也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我能在瑞典的夏天看到极光，也是因为你这只乌鸦喽。是说我是一只大乌鸦。Smile。你是不是也觉得 Martin 变了？没想到我现在唯一保护 Rose 的方法，就是不要跟他联络。Rose， 我来台湾却不能在你身边保护你，对不起。是 Martin， 就干那一日，什么拢无啊 ？Martin 敢真正参照苏凡讲的，已经变了。Rose 为什么一读不回？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？Rose， 拜托不要不理我，就算是一张铁土也好。人有较好无？阿姨无啥物代志啦，医生讲休困一两天就好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明仔载我会去看伊。啊，只是医生跟我讲是因为啥物病，啊，若无来像安尼昏倒啊。医生就讲，阿姨这两天压力较大啦。啥物代志，互阿姨压力这么大？是因为家长的婚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无甲我讲？我都知影，你这阵啊，逐天由头到尾，我都感觉你一定有心事。
你都讲出来，啊！你甲我还佫有甚物话袂当讲的？有咧心肝内，敢袂艰苦？有一寡代志，爱互你知影。阿姨压力遮尔大，是因为家昌是孙先生的后生。我一听到的时阵，我反应甲你同款。迄天我甲爸爸过亲家，去阿强西啊啉烧酒，是阿强西啉酒醉，亲嘴讲出来。伊讲阿姨甲孙先生过去伫日本亲生有一段感情，家昌是迄个时阵有的。都因为安尼，阿强西无愿意将小钱嫁予家昌。这件代志，我毋找阿姨确定过。所以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真正啊，亲像安怎想都想袂到，阿姨的心肝竟然藏这么大秘密哦。我嘛无得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一直希望这个秘密不是真实的。啊，爸敢知这件代志？爸可能知影，嘛可能唔知影。我嘛唔知要安怎开嘴甲伊问，啊！我只要想到爸爸那张纸的秘密，要安怎面对哦，我都头壳疼。啊，咱都无法度接受啊，何况是爸？哎呦，那还安尼啦？刚讲这个天公伯啊，有咱这个家的考验。不管是考验也好，意外也好，看起来这秘密是藏袂掉啊。不管怎。拢袂当让咱厝内每一个人受到任何伤害。对，啊，都爱光因想看卖啊，看是毋是会当做啥，啊，若无等家昌知影，就更加麻烦咯。虽然这是大人代志，我无立场讲啥，啊，不过私底下我找过孙先生。你私底下去找伊？我请孙先生马上离开台湾，将这秘密炸登新加坡。我袂当让这秘密伤害咱翁家。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知影咧做真自私，等于是做起家乡知影伊身世权利，啊，我爸爸年岁安大，为着爸爸，我一定爱安尼做。我了解，那我做是我，我嘛会甲你做同款的代志，因为咱拢是厝内底上大汉的囡仔，拢有这款责任感。你做了真好，嘛辛苦你啊。一人论这么苦，这边人辛苦了，就算我辛苦买进来，绝对袂当让这秘密去伤害到咱厝内每一个人。你莫想遐尼多啦，既然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都要相信天公伯一定有伊的安排。而且我嘛相信爸甲伊的感情应该会堪得这个考验，莫想烦恼。希望是安尼啦。我到今嘛，阁无法度接受这秘密。希望这秘密，莫伤害到咱厝内爸爸妈妈、兄弟姊妹，咱翁家会用亲像以前同款，平平安安度过。一定会，我会支持你。咱两个做伙维护这个家。我相信，因为爱这个家，大家会更加坚强。这就是家庭的力量。心理准备都拢无，雄雄发现我这残忍的事实，伊要哪会堪的？拢怪我自私才会安尼啦！我若无当面甲回失的哦，我一世人心拢袂安。
小弟啊，彩云啊，啊你奈无多休困，你起来爽啊，你要去倒？佩丽挂掉啊！想起对我这冷淡，一定是足气我的。你足生气的，你气我是应该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阿哥，你能听我小解释一下无？无啊，唔免搁再解释。这是你签的离婚协议书。伤害到你，其实我一直足后悔。我嘛捌偷偷啊想过，假使万一将这秘密带入去棺材内，安尼咱就要一世人好好斗阵啊。不过我知我即马讲这拢想歪啦。感谢你，这三十年，你还照顾阮母仔囝，你对我温情，我拢会藏在心肝内，是我无这个福气，会用继续做你的看守。无论最后你做甚款的决定。我拢接受。彩云，咱阿妈无做三十年啊，你确实还阁无了解我的个性。我并无咧生气啊，你遐济好。阿哥，我让你失望啊！无甲你讲家厂的代志，敢若我咧利用你。我心内感觉足不安的。彩云，我来讲，我甘愿让你利用。三十年前，你要生家畜的进程，最后一遍的删减，我无时间，让你家一个人去。我的内心嘛，感觉足不安的。了后，我嘛是赶快落去病院去看你啊。你有去病院？是啊，我冇听你甲医生伫咧讲话。你听到我咧讲啥？医生甲你讲，叫你讲唔免烦恼，唔免艰苦。你嘛拜托医生，叫医生讲做这个代志吼，瞒起来，唔通讲出来。叫伊骗讲，这个囡仔是一个早产的囡仔，无足月就会生啊。你拢知影，阿你哪拢无提起？当时我听到这个秘密，我心肝那么足艰苦。本来我也是活着就想要走，不过了后我有听你讲，你有甲我坦白，并不是讲惊我怪你，你是不忍心让我失望。你阁讲过，你讲我无了解你的过去，我拢无怨叹。
来接受你的一切。这话讲你讲，你敢拢袂记啊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在我拜托医生，麻烦伊甲我讨我温脉的时阵，我就拍算讲，我这世人要好好做你的牵手，甲你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。彩云啊，我嘛真感谢讲迄段时间哦，我带两个囡仔，你肯嫁我，甲我斗阵拍拼饲猪。每工安尼辛苦来伫咧过日，一句妄言就拢无，我嘛非常感谢你。我想讲吼，这么好的这家后，要倒位啊找？我咧温暖你，互你做家乡的变老板，我真正真不安。啊，你莫安尼讲啊！你莫骗我，你也不是讲听有讲咩？每一个人拢有过去。过就已经过去啊！重点是因为有你，我才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啊！自从迄天我知影讲家聪的身世了，我就决心用家聪当作讲我家己的亲生囝来咧甲看待，我并无甲当作外人啊！这个秘密藏在我心肝内有三十年啊！这三十年。我常常为了这个代志足折磨的，尤其我若看到家长给你惹麻烦，让你生气的时阵，我心内足自责。啊，不过我想也想袂到讲，这么侪年来，你嘛让这个代志折磨到这久的。彩云啊，这对我来讲并不是折磨。我对四个囡仔拢同款，我并无偏心。也不过我承认讲，我对家长啊管教有较严，因为我对家长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在。我爱甲家长教好，互伊行正道。万一有一天亲生的老爸若是出现，我就用个大声踮因老爸面头前讲，我洪湘基有尽心尽力来伫请养你个囡仔。湘基啊，你对家乡的好，该用心，我拢看在眼内。你比一个亲生爸爸付出的搁较侪啊！啊，安婆，即马亲生的老爸已经出现了，搁是一个遐尼好的大伯人。啊，因为到我甲家乡的缘分，真系紧就要结束了。湘基，你甲家聪的缘分是无人应该你拆散。哎，我啊，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啊，哎，我孙先生拢有甲我讲恁过去的代志，伊讲伊当时吼放在恁母仔囝，这并不是伊的意思，伊嘛是厝的所逼的。这三十年来啊。因每一工拢艰苦来伫咧过日，我是一个大伯人，我非常了解伊的心情。即马无简单讲，恁三个人会当重逢，我嘛无资格来拆散你。彩云，你无必要自责啊！自从我听讲孙先生是家穷。伊亲生老爸，我并无咧生气，我嘛无怨叹，我只是唔甘，我唔甘离开家乡。虽然我不是一个讲有度量的大婆啦，也不过我嘛无希望讲你的人生有任何的遗憾。我希望你会当过着幸福的日子。
我你也会安怎做啊？你三十年来，有你在我身躯边陪伴我迄段日子，我过了真幸福。我永远记心肝内，我真感谢你，彩云。这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，我希望你能甲家聪、甲孙先生团圆，我祝福恁幸福，感谢你一切。祝你幸福。当初我开始有感觉遗憾，我怨叹天公伯啊，奈对我这无公平，要来听说我甲所爱的人。啊，不过我嫁你了后，我才发觉天公伯啊，无亏待我。你在做啥？彩云，相机。过去三十年，其实你照顾我真多。后来日子，就我好好照顾你，陪伴你。相机，千万给我看，就唔通阁放开哦。彩云，你愿意跟我一世人，这是我的福气。不管咱怎样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你放心。多谢你。金武奖退休的王警官，虽然是警界之光、正义之父，退休啊退休啊，叫提上去就好啦。提上啊，你好。委员啊，挑你给你炸点心，要你吃。哎呦，你那遐客气啊，才我不吃饭呢。好啦，什么的客气，无啦。阿杜吼，最近委员啊，咧吃安尼去庙口去找一个老朋友咧搭水果。我是讲啊，你一间厝这大间，家己一个住伫遮，今日无聊，唔只挑剔吼，顺手我去给你买一个点心来互你吃。安尼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即马只有伊啊，
陪我断脆骨呢，你知影无？伊，嘿，哼，你这严哥阿孙委员，你当时咧笑咧起焦啊？无啦，我有一个老朋友啊，叫我退休啊无聊，送我一只鹦鹉啊，陪我开讲，你知影无？伊会陪你开讲？当然咧，来来来，我借你看，来，握手。你有看吗？真正来握手嘞，你好哟。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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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未使讲歹听话，嘿，好歹话分未清楚，乌白恶劣。哎呦，王警官啊，你就知呀，这阿哈天父啊，都喊你回来。你看麦，遐大间个厝，迄都无其他人啊，只有伊啊，会当陪我开讲。唉，不管你是讲好话啊，还是歹话，迄拢无差啦。至少伫这间厝啊，我会当搁听到一点仔声。无安尼一清楚啊，就零零清清的，你知影无？委员啊，莫安尼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后摆吼，你若讲都较无爱去庙口遐待，甲因咧开讲啊啥吼，足简单嘞。你若家己一个伫厝里无聊，电话敲我，我来通知遐老朋友，规个鸡丝头啊搬搬来你家泡茶，连鸡搬都炸来，来遮陪你行棋，安尼你会欢迎？当然是欢迎啦、啊。鸡巴就免啦，哦，阮厝啊，啥物家事拢有啊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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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摆你免惊无聊啦。哎呦，哎，哇哇哇，哎呦，少年委员回来啊，我听说回来啊。有有有，是啊，阮查小帅帅回来看你。对对对，来小帅帅。哎呦，还讲挂一个，还讲挂一个。哎呦，哎，听众妹啊，不要离家，不要。啊！你还阁会记得哦？他带恁爸在咧念咧，讲恁安尼吃安尼倒来厝里咧看伊。啊，后者啊，拢放伊家己一个孤单，互伊家己一个无聊。即马咧饲鸟啊，伫遮咧陪伊做伴啦。爸。哎、欸。是嘞啦。啊。啊，正是因为小叔叔伊破病，所以拄好你阁出国，所以阮才会到即马才来看你。啊，天父加分。你都不要紧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哈。啊，对啦，爸，啊，之前有请天父提迄囡仔的名转来，互你见，唔知啊，你决定阿未？哦，这天父啊，一定无甲家分讲，应该查阮学习个代志。刷刷去。哦，哎，迄名已经选好。我看啊，就叫张之培好啊。张之培，哎，真好听呢。这个名哦，我嘛真介意。天父，啊，你看看，未歹。小帅帅，阿公名字给你选好了呢，叫张之培。第二天，赶快跟阿公说谢谢。哎，我的囡啊。韩天父啊，是个足像的，你知道？是啊，啊每一个看过伊的人吼，嘛拢安尼讲哦。我想吼，最后代表支配，跟咱兜真正就有缘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哪呢？迄明明都唔是天父的亲生囝，你注意甲看呢。哎呦，迄、那个囡仔面无好吼，甲鼻目嘴，有生添有啊咧。啊，这可能就像人伫讲的啊，像是的吼，迄、那、囡、個、仔的形象啊，应该是安尼啊。干嘛呢？本来就是啊。哎，大哥，你们怎么会来？进来坐。王大哥，你坐，我去倒水给你啊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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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哦，哎，你要回在新加坡了？是啊，我在这里待太久了，人终究得回去属于自己的地方的。哦，啊，这样会不会太快啊？啊，你还没有跟家乡相认呢，不会遗憾吗？啊，洪大哥，冯华，想起拢知呀。哎，啊，哎，洪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阿友哥不是要故意隐瞒你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有个亲生儿子就……哎呀，你不用说了啦，家昌哦还没有出生之前哦，我就知道他不是我的儿子了。哎，你知道了。光华，你应该想袂到，除了讲我收这秘密三十年了。想起他也是知道这个秘密三十年了，而且他从来没问过我家昌的父亲是谁。哦，那最后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李先生，我们都是喜欢哦孩子的父亲哦。你不是有到庙里为那个家昌祈求平安吗？哦，那又有写一张这个卡片祝福他吗？哎，是啊。哎，我上面还写着，哎，我有看到你的名字啊，要。本来我还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回新加坡，没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冥冥之中啊，天已经注定好了啦。哎，洪大哥，我听家昌还有洪大嫂说过很多过去的事，你为了教养这个孩子。费尽了苦心，我真的欠你一声感谢，我感谢你，哎，感谢你付出这么多。不要谢我，不要谢我哦。啊，从家昌哦出事的那一天呢，我就没把他当作是别人的孩子，我是仅就做我老爸的责任，好好的教养他，来保护他而已。哦，放心，放心。洪大哥，不管你认不认同。啊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啊！谢谢啊！我今天来哦，就是要跟你讲哦，这命运安排讲，我们一家三个人哦，一旦去轻生啊，大家相遇哦，这不一定就是讲没有家乡一个机会啊，见你这亲生的老爸啦。啊，假使讲你若是有要认家乡哦，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。洪大哥，洪华。想起来意思是讲，你有这个权利，可以告诉家昌事情的真相。之前我阻止你们相认，我是比较自私的一点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身上流的是你的血。嘿，是啊，孙先生啊，我嘛为了权益，让我主动往家乡哦去认祖归宗哦。啊，如果说你哦，洪大哥，哎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决定。不会跟家乡相认。你想清楚了。是。啊，洪大哥，家乡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对你这个爸爸非常敬佩，还很尊敬你。他跟我说，虽然你对他很严格，但是他很高兴，很高兴作为你的孩子。如果突然间让他知道有我这个爸爸存在，他一定会感到困扰的。你若想清楚就好了。我这三十年没有替孩子做过什么，也没有照顾过他一点，我凭什么理由用亲生父亲的身份去扰乱他的人生呢？但是，我有一度真的很冲动，很想告诉他，我才是他的亲生父亲。但是，我克制住了。我想想，只要家昌能幸福快乐，那我也就没有遗憾了。哎，孙先生啊，虽然你没有抚养过家昌一天哦，要不过。再怎么说了，你还是生他的父亲啊。洪大哥，我听到你这句话
那我就安心了。我安心把家产和阿婆交给你，那你以后要继续拜托你照顾他们。谢谢。孙先生，慢点讲，慢点讲。谢谢。哎，慢点讲。哎，彩云甲家聪啊，已经讲是我人生的一部分，我一定好好照顾。你慢点讲啦，吼。多谢你。好好好好好。阿婆仔，啊，你到底是算了安怎啦？啊，讲天华这阵啊，哪拢传一寡烂桃花咧，甲你勾勾滴，是有法度通化解无？无法度咧，这命盘就是安尼啊，注定的啦。要咧化解哦，这我无好，爱靠伊家己。靠伊家己？嗯，你是结婚的人呢。啊，娶某了，毋是爱甲重心放咧厝里，那只家伫外口点酒应酬、占酒家，啊，甲过遐烂桃花嘛占袂掉。哦，嗯，嗯，嘿，照伊这流年摆起来，你今年得做呢？阿婆仔讲了。佫不哩啊准哦，真正会讲着。李青安怎？伊这世人，敢若一个囡仔尔，念了这个囡仔袂歹哦。你若好好啊栽培，以后大汉个才有出头，反正啊，佮帮助着恁天婆个事业。等者，等者。阿婆仔，你拄则讲这个囡仔，这個、意思是讲是加分生的，还是讲无论阮天父伊娶几个，拢干那这个尔？恁天父啊，命中注定孤囝单传啦，所以哦，不管结几届婚，囝是这个尔。啊，我讲的这个哦，是指亲骨肉，那外口去人分的。也是无遵守。那真正安尼，迄唯一的囡仔，都是小帅帅啊！呵呵呵，我知影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好，就先安尼哦，好，拜拜。天母啊，啊是你讲什么代志，讲到这么欢喜？顶个咱去参加迄个儿童福利的活动，你记记无？迄个主办单位敲电话来，讲要颁一个护儿大使的荣誉奖章给我，不要伊领奖。真实的哦、喔！阿公，我讲是啥物时阵？你紧甲妈讲，我通好来联络遐记者朋友啊。哎呀，妈，恁这么急啦？这款代志交秘书去做就好啊。是嘛？只要我领这奖章了，以后。我是好男人，甲好爸爸的代表。你记记哦，你顶届搞好一个外号叫啥？哦，儿童维权斗士。对哦，只要这名号传开了，以后咱去选举的时阵，这妇女票就是咱铁票。我叫秘书啊，今来联络记者。有影呢，啊，这阿婆仔哦算了阁真准呢。伊讲这个囡仔命中注定会甲伊爸爸斗相共，啊，不过阁安怎讲，这嘛是施美莲留伫阮张家一步棋。变个，我一定赶紧想办法来解决，这若无就害啊。帮伊去处理，对，时间再搞讲，好，先安尼。这位模范爸爸，
儿童维权斗士。有一件代志我想要请教你一下。那来今嘛，你家己亲生后生的代志，你要安怎处理？这件代志若是无紧解决，伊就会参像是一粒不定时炸弹，一直伫咱身躯边。你知影无？这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不过即摆哪有啥办法啦？只要囡仔留伫咱村里一天，咱就无一天好日子通过。这个施美莲唔知佮用啥物步数来对付咱，所以我认为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将伊送出国。送出国？无唔对，这囡仔即马千万袂用留伫咱的身躯边，因为佮卡哪讲，嘛是算咱长家生活。而且这个时阵，嘉芬还佫唔知影这件代志，佮将囡仔当作是亲生后生咧疼痛的时阵，都过去，让因两个人带去国外待一阵嘛。只要囡仔无伫咱的身躯边，这个小高人，伊都无在了个危险。妈，你安尼讲有道理哦。只要咱把囡仔送出国，那恁小高连恁母仔囝就无咱办法啦。我要把嘉芬甲囡仔送出国，这件代志真麻烦呢。就算是麻烦，你嘛是要想办法试看卖啊。即马是嘉芬还佫唔知影呢，若是等到嘉芬知影这件代志，又佫会安怎？好，那呢，咱就赶紧进行。我等伊。要想办法来说服嘉芬。好，安尼我即马都来安排甲小高人见面，咱就开始。我先来。哈，王大姐。十年前你就知影，你疼得饲囝哦。红霞，莫遐白莫好啦，你讲啥啦？我讲的嘛无唔对啊，今这个形势。好啊啦，啊就叫你莫讲，还讲遐直踢落去。莫讲莫讲嘛，总是爱有人讲讲多话啊。亲家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红霞，我都无咧计较啊。啊！你计较做是要创啥？就是安尼讲嘛。哦，你这鞋啊，还差不多嘞，莫来破坏人的感情哈。没啦，啊，秦母这人，人情刁地啦，较热心俩。哦。嘿妹，嘿妹，较讲嘛是阮秦母较明理。诶，啊是讲哦，恁阿母足厉害呢。这个秘密你有法度藏在腹肚内藏三十年哦、喔！啊，上济吼，我是会当理解啦。啊，这为着吼，这日子要搁继续过落去吼，搁较大秘密吼，嘛甲当落盆安尼薄薄吞落去啦。啊，哎，是讲两件事啊。啊，即嘛孙先生虽然伊是转去啊，啊，但是万一有一天。啊！伊若阁想要走回来，伊讲伊要去甲家乡相认，你要安怎？有有，像这孙先生甲家乡因即摆工作上哦，也无关系滴，稳当会常常联络的。袂啦，啊，孙先生有答应过，讲为了家乡好吼，伊袂安尼做啦。嗯，即嘛袂，后摆毋知。啊，人个是会变的呢。有一天，伊若食老有年岁时阵，伊就想讲，伊家己个财产遮尼多，啊事业遮尼大，伊嘛有可能想要抱我家己亲生囝啊。哎啊，迄就是，万一伊若得着绝症嘞，伊嘛有可能想要亲情，这是有可能发生个啊。那真正开迄路吼，我会去阻挡啦。彩云啊，你也无需要阻挡啦。那你讲哦，爸囝亲情哦，这是天性的啦，哦，
咱嘛袂得管伊，当伊咁主动。多一讲讲伊亲生伊老爸哦，若讲要来甲伊相认哦，我会将这代志哦老老实实讲互伊听哦。啊，不管讲哦家长啊，伊是要甲迄个孙先生倒转去新加坡，也是讲要留踮诶即个所在，我拢会尊重伊诶意思哦。感谢你对家长遮好着。哎，阿达哦，我将伊当作家己诶囝，当然做老爸诶人啊，是爱家己诶囡仔好啊。哎。我是咧钓狗呢啦，你拍什么扑啊啦？我只是表示我对两台车的尊敬啦。是讲真假啊？啊，其实讲起恁家长嘛是我看大汉，啊，伊嘛差一点做阮的囝婿。啊，当初伊要创业的时阵，你嘛是卖土地，啊，替伊咧种植。啊，伊卖乌心油红的海关，啊，你嘛是想一办去甲救出来。迄当阵我拢掠准讲，你是成囝成了伤过头。啊，我感觉你含埋嫁囝，你教育失败。想袂到你是替人咧嫁囝，啊，不得做乌面。哦，我若安尼想想，我感觉你是足伟大、足伟大哦。我若是我这样，我细就叫要忍落来。好，起码，哇，你莫讲我遐尼感动。啊，讲真经来，迄时阵我也无想啥啦。哦，啊，我嘛甲家长哦，当作讲家己的囡仔，我也无甲当作讲伊是外人啊。对不对？啊，搁再讲哦，人个家长啊，嘛已经安尼悔过啊，你啊，代志经过遐尼久啊，你讲遐代志嘛拢无意义啊，讲遐要创啥啦？有啦有啦，啊，即马这日子吼，都要像较早安尼过啦啊，啊，但这风波都已经过去啊，那当作无这回事啦啊。阿小阿爷啊，你去找我较慢个，唔通我四界放生啊？知啦。啊！不过这个秘密是亲家伊家己发现的哦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发现对了对了，是讲哦，啊，代志哦到这就好，免阁讲落去啊。哦，安尼咧，以后若是讲我等，这才阁讲就好，免阁一直提啊。计划学历安怎？已经差不多啊。我就期待你的甜点会当一个极好手，赶紧推出诶。我会啦，我赶紧完成甜点的研发，和甜点会当顺利伫极好时推出。嗯，安尼真好。安妮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甲你讲。好啊，你紧讲。小晴爸，已经答应阮两个人的婚书啊，所以等甜甜退出了，我得要离开几小时啊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答应，何以离开几小时？阿妮，不管你是答应还是不爱答应，我拢不可能够留在几小时。洪家昌，你真正一点仔拢无改变，你做代志也是甲我这么无负责任。当初时，你是安怎答应孙董事长？是安怎甲人挂保证的？你今仔哪会当讲这款话啊？你敢对得起孙董事长？孙先生那边，我亲身甲伊回信嘞，甲伊讲真正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是高小琴对吧？高小琴这个查某，真正够过分的。刚刚伊咧一直跟你绑在迄个米大一世人，家昌，伊不是真正爱你，伊若真正爱你，伊就会跟我同款，跟你斗三工，替你完成你的理想啊。小琴就是我的理想。高小晴敢真正这么好？小晴是真正就好哎、欸，
管我做什么代志，伊对我只有支持甲尊重。就算讲即届要来只好事上班，伊嘛是什么拢无讲。既然伊什么拢无讲，那你想怎？你要离开？因为我想要让伊安心。虽然伊什么拢无讲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伊心内一定就不安的。我希望伊大天拢会让人过得真快乐，所以我一定要安尼做。好啊，我今麦无时间听你搁讲小青有啊无爱。我刚刚想要问你，孙董事长特别找你来这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讲话走就要走，那你上来来代志，想要来收尾？一开始我会答应孙先生的要求，是因为我感觉我欠你甲几好事伤济啊，我想要弥补你。安妮，阿唔够你放心，我会等甜点推出了后，再过离开几好事。家长。既然安尼，你就应该爱留在吉好时啊！安妮，是嘞，我袂当安尼做，我先来啊。家昌，这江山都有可能答应啊？孙董事长想怎不爱林家昌？因到底在想啥？洪家昌，高小晴是你的理想性，哼，只有我在，你的理想永远拢莫想要实现。30年前，我和阿尤果错过了缘分，注定30年后。我和家昌无缘，这次离开，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和家昌见面呢？回新加坡前，我再约家昌出来见个面吧。难道是家昌？安妮，孙董事长，哎，坐。原本晚一点，我打算上你的公司找你和建明谈一些公事。啊，你既然上来了，那我就直接跟你说吧。孙董事长，您要回新加坡了？哎，是啊。肉骨茶已经推出了，营运也已经上了轨道。新加坡那边还有很多公事等我回去处理，我已经订了机票，明天我就会回去了。您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孙董事长，家昌是你的儿子，你都还没跟他相认，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？安妮，你怎么知道家昌是我的儿子啊？你说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跟家昌相认。难道你连你的孙子伟康都不想相认了吗？你这么生气，就是为了我不跟家昌相认，还是我不认伟康会影响到你？你放心好了。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只要你好好经营我的肉骨茶，认不认为客，绝对跟吉好时没有关系的。孙董事长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在替家昌抱不平。家昌只要跟您相认，他未来就有一个全新的大好人生在等着他，你为什么不要给他机会？这30年来，家昌的人生没有我，30年后。我也没有资格去介入他的人生。都
是你不想要介入他的人生，他也应该有资格知道自己的身世吧。好，你不说我去说，我不能让家昌被蒙在鼓里。安妮，你确定一下，你先听我讲好吗？我跟你无话头讲。安妮，我不跟家昌相认，因为我不要打乱他的生活。同样的，我也要保护他的立场，所以，我绝对不会容许你跟家昌说出他的身世的。你越不让我说，我越要说。我李安妮是自然不幸的。安妮，将家昌的人生破坏乱七八糟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都别讲讲啦，无论你讲啥，都无可能改变我的决定。我今晚就来找家昌，跟伊讲你的死的清清白白。安妮，孙子，孩子，我前天面已构成一家呢。我知道你要登新加坡，登出来我对你真无礼貌，所以我一点我是你。请你收了，我来做家呢。老金哈，你真牛嘛，阿妈真好打呢，敢约阮见面咯？你想要创啥？想要搁变伊倒一出来哈？啊，像你安尼，歹代志做遮尼啊多，啊唔惊讲有报应吼？会啦，那像你安尼哦，紧早办出去哦，去互雷公卡死。真正是做菜的人化掠菜啦，我从来都毋捌看过遮尼啊袂见笑。规天就敢那想空想空，要去甲人算计，连家己的亲生后生都要利用。哪有一个做妈妈的人，就是过来这样尔想啊？天公伯啊，亲像这种人吼，你得紧甲伊收倒去，唔通搁伊留伫世间。哈，阿弟哦，连家己的亲生孙都甘要苦读啊，搁好意思来遮骂阮哦？像你哦，这么无心肝、无天良的人哦，那予人规身躯破水破啊，淡糊糊，那是算拄啊好尔。你哪会知影？原来，迄天甲我破水的就是恁两个，用水桶甲我捡的嘛是恁。哈哈，哎呀！我哥咧后悔讲吼，迄天我无应该干那甲你泼水尔，我哦都应该用个烧滚滚的油甲你泼落去啦，安尼我才叫做是替天行道咧。你两个真正是小杂毛，够可恶！我警告你哦，我对你忠告，已经忍耐到有够紧绷啊！你唔通想讲我母仔囝，会来继续搁互你安尼糟蹋咧欺负啦！你若是哦，搁敢来起脚动手哦，我绝对互你好看。小查某，你最好是紧甲我放手啊！安怎？我若唔放咧，你笑诶！小查某，好大你来！我叫你放手，你有听着？我就是唔放咧啦！你这小来啊！好啦，妈，哎呀，好，卖甲这只小狗伫遐咧计较啦，安尼你最准是降低咧。啊，假使伊若是要互人看笑话，我都实在。像你这般的，敢人做你衣服，笑话人。
是美莲，你在这讲啥是相当的。你若是有病吼，就赶紧去看医生，千万唔通去找着。啊，好人好好坐伫遮，唔知向伫咧乱吼。多情侠，假使你若是专工来台北要找我冤家，真歹势。我时间是足宝贵的，我无闲坐伫遮甲你开讲啊。我才无遐尔无聊。是因为你唔知影见笑，一直对我天母高高低低。要那无吼，我这世人根本就无想搁再看到你。哎，这给你啊，卖讲阮张家有去亏待着你。你上届烦恼的囡仔，即马在阮遐过了真。所有的人嘛拢真疼惜伊，啊！不过囡仔有你这个妈妈，对伊后摆影响就会足大。所以我这个做阿妈，只好出面来替伊处理。这个钱你摕去，会用去过你家己想要过的日子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这张册子书，你签签嘞。保证以后，你绝对袂去再跟阮张家哥哥。好，哦，啊！你想讲你机票倒过来，都要叫阮签字哦，要叫阮卖囡仔哦，你莫咧笑想啦。想不到恁这么晓笑吧？你是嫌钱少，无要签字？当然嘛是无够，我要爱一千万。一千万，你也讲会出嘴哦。想袂到，你成功这么快。你无想要提出来，我不要紧啦。啊，小太姐，安怎？这是电话号码，叫我。切记书签好，这500万我都交给你。美莲，美莲签吧，美莲啊！妈，你是卖官，你听话。哎呦，美莲啊，你都无闲来抢啦！你今日做你条，无需要伫我面头前搬，费钱也摕去，你嘛是去阮里啊，敢毋是？你想讲用钱就当切断亲情的关系哦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看起来这几天我加烦恼的吧？30年的期待，一声都爱伊放下，伊心肝一定真艰苦。我不是你家己吓惊，讲实在，即马治安无好，咱哪会知影人要安怎做？你要送阮出国？这个少爷什么时阵要出手，你根本无法度提防。亏我这么相信你，还这么帮你。我今天要是没有好好教训你啊，我就不叫王威正了。爸，阿姨，你来得急救，拄才你先讲哦，伊内脏破裂，大量出血，那个真严重。啊！那我先去有代志啦。你到底想话我困我？是每一个人，我讲我疼惜你、爱你，结果呢？做联合起来，我无你的心思。你摕钱好以后，你还这样无良心，你这样可恶。白白替别人饲囡仔，白白还我爷，你拢未感觉冤枉是？你妈妈有理了。我就三讲，你不是我亲生的囝。现在我的世界已经拢改变了。
我来问爸爸，不希望事情爸爸。 慢慢飞。